我就问啊，你吃过麦当劳吗？我就问你吃过麦当劳吗？很多部落客都有推荐过麦当劳的东西，你吃吗？还是你来麦当劳都吃不吃鸡块，不吃薯条，不吃其他汉堡？因为部落客不会特别推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负责早食的熊胖。我是一直吃但不早食的贝贝，这是熊宝。我们今天的单元是宅配开箱会，但是我们今天不在家，我们今天来麦当劳这边帮大家开箱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在麦当劳这里，还有推出新的套餐。最近推出新的套餐是炸虾。对，有炸虾。黑德斯牛肉堡双炸虾天妇罗，我会想要吃吃看双炸虾啦，我不会想要吃炸虾加黑牛肉堡。想要吃炸虾搭配牛肉的那种口感。对对对对、okay. 因为我觉得炸虾就是炸虾、不然你加了黑牛堡，对啦，或许层次口感不一样，味道也不一样，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抢了虾子本身的鲜甜味。它这个双炸虾堡的部分是从11月24日然后到12月28期间限定的，它还有另外一个特别方案吧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优惠方案，就是加一元多一件，比如说你今天买的这个鸡块3.69，它有6块和4块，价钱不一样，但是你只要加一元就一样的6块，它没有12块吗？加起来就12块，没有，没有12块，再加一元就多12块。慢看一下，我只记得6块跟4块。那、如果他有12块，再加一元多12块，你加料食？没有没有，他只有6块和4块。然后冰旋风饮料，然后还有饮料，蜂蜜红茶，蜂蜜红茶。我们点了麦克鸡块、冰旋风，都是加一元多一件的优惠，然后再点了双炸虾套餐。因为我本身是属于比较爱吃冰旋风的啦，然后它这个优惠方案一样是从11月24日到12月28或售完为止。可是它怎么可能售完为止啊？冰旋风会卖到没有东西吗？它卖克几块啊？售完为止是指说日期到了售完为止？没有，然后没有夸我过售完为止。当日的食材用完？哦，也是啦，当日的食材。如果但是你当日的食材用完了，我就觉得。然后你要检讨，但是就是买像加一元多一件之后，记得出示他们麦当劳的优惠网页，只要网络搜寻麦当劳优惠就会有的。那冰旋风我是觉得就是一如既往。那我们第一次吃冰旋风，大家应该都有吃过冰旋风吧？只有香草冰淇淋加 Oreo。妈妈哟，那饼干咬起来很有口感。不过它这一次的优惠比较多，你都没有给糖醋酱哦。I'm sorry 啊，因为它跟卫生纸融为一体了。这鸡块我最喜欢搭配糖醋酱呢，它本身汉堡里面就有酱嘛。先讲不酱，好少，它的酱好少，还是一般的那个。冰旋风有点甜吗？不会啊。你想爱吃的都不甜，如果不爱吃的都很甜。这个也是哦。然后我好像是属于爱吃的那种，可是你不觉得这种东西没有甜能吃吗？不能吃。啊！吃完冰旋风，然后再喝可乐，完全没有味道。那我们现在吃炸虾。它没有气势。嗯，听起来相当不错哟。对啊，像这个口感，没口感。要不然你自己吃看看，咬得到那种 Q 弹感吗？看是软脆软脆还是什么啦？没啊，没软脆啊，但是你也吃不到虾子的 Q 弹感觉啊。它
这种虾子就是冷冻虾，不然你还想怎样？难不成他真的剥虾子给你吃吗？面衣太厚了。面衣厚不厚？虾子 Q 弹就是 Q 弹。它咬到它的酱才不会那么腻。整体来说，我是觉得还不错啊，比那个什么鸡腿堡来的好多了。至少我觉得它有它的特色在。嗯。我每次只要来吃麦当劳，我就会想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想到我曾经在 FB 上面一个社团里面，我看到了一个人的留言。那个文章是这样子：我今天是某某家的老板，我想要炒布洛克。你知道下面有一个人回怎么吗？只要是布洛克推荐过的东西，他都不吃。那他是布洛克吗？不是。那他是什么？路人。啊。你知道我当下很想回答什么吗？回什么？我现在也可以在这影片直接问，那你吃不吃麦当劳？布洛克，你吃不吃肯德基？还是你有没有吃过王品？他不会默默的去吃啊。你如果都有吃过，那你就不配讲这种话，好吧？我也做人没有必要这样啊。没事的。因为我觉得今天布洛克所推荐的东西，他没有一定要你去买去消费去吃的，纯粹单单只是分享给你们知道这一下讯息而已，就只是有参考值而已。我就问啊，你吃过麦当劳吗？我就问你吃过麦当劳吗？很多部落客都有推荐过麦当劳的东西，你吃吗？还是你来麦当劳都只喝可乐，不吃鸡块，不吃薯条，不吃其他汉堡？因为部落客不会特别推荐可乐啊。还是你来麦当劳只喝可乐？那我现在推荐可乐。这次麦当劳推出的东西我就喜欢了，而且它有图纸，然后它的网络图片。哦，对了，浮图，图文也浮吧？不会说图片上面那么厚一个，然后结果一打开就是那么小一片。对。这虾尾也可以吃啊、哦？虾尾可以吃？嗯。是怎样？炸过熟。当饼干，我觉得说不定这是他们的一种测试，就是如果卖得好的话，他们就会把它上到菜单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麦当劳就到这里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我们 YouTube 的频道，还有点赞我们的脸书粉丝团，还有追踪我们的 IG， 打开小铃铛才会收到上篇通知。喜欢这部影片的请帮我们多多按赞加分享，我们还有更多美食文章，请多多follow我们哦。拜拜。拜拜。他刚刚说。点两个，这样点冰镇棒，然后加一元多一件。他说他吃到变成渐冻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啊，对啊，如果都是我在吃的，我不就变成渐冻了？有时候人家这样子下，就到对方说你要吃什么，你要吃。爸爸怎么样？爸爸怎么怎样？不给力的。你这样子很棒。人家才刚刚弄八颗牙齿出来，吃到了吗？你说他那种牙刀是吗？他弄八颗牙齿，一二三。好，想看我们去哪里吃什么，欢迎跟我们说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